线画，我朋友们都叫我画画。我是一个以前不敢开口唱歌的人，就是因为妈妈一句话，我说你有办法像阿妹一样成为天后，我就支持你。可是她给我讲一句话，她说你怎么知道我将来不是个天后？好，就是因为这句话，我不讲话，我随她便。所以我会去参加一些小比赛，然后去累积自己的经验，然后今天是来到这里。他虽然读工业设计毕业出来的，他不务正业，就是要走歌唱。我也支持他，我都不讲话，因为他说他要成为天后，我就等这一天。很期待，然后有很紧张的心情来到这里。就是说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反正继续加油，你的梦会实现的。谢敏桦即使尽力挽救，但他失常的表现让这次通往星光大道的大门无法开启。嗨，看完了就放松了。放松了，放松。感觉要被骂死。今天不足竟然会犯这种天大的错误，我知道错了啊。我妈妈他们对我期望很大，然后我竟然，好了，我跟他讲，我继续努力。你知道你